看一下。我也不是说这个口味。你也不是赚这种钱了，你赚了大钱了，这种钱你也赚不来。那肯定了，他妈又你要叫我一天在这边给你套这个蛋，我套一个小时我都不想套。一个礼拜你就可以熟了。哦，可以，一个礼拜就比较快，好吗？没事，我经常都在这边。你这个菜你哪里的？你哪里的？啊？你在哪里的？我在第三。哦，这么近，真是。这边过来5公里，10分钟就到了。对呀。4个人的话就回老婆了。做几顿？半顿。那多少件？还有点吗？一件10个，那1000多手包。做了几天可以上2天了。你之前是3个人吗？还是4个人？我早上回去的时候做了